对我的原创音乐领取音乐制作基金，为爸爸妈妈就是尽一点孝心，修修房子。把现在健康的骨髓可以抽出来放去保存，拍一个爱情音乐微电影。跟我妈妈一起去一次海边，在我的家乡办一个婚礼，给我的老公买一个时尚的手机。你的，我的，他的，开门大吉，梦想从这里出发。每周一19:30，真情呈现。那条独角路，世界两人在今天，两颗心不再孤单。开门大吉。这里是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一档零门槛参与游戏互动，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全新益智游戏节目。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善舞，你也不用死记硬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响门铃，推开大门，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来为所有今天即将要上场的选手加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恭喜下。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每位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的每位观众都将会获得由正宗凉茶王老吉提供的红罐凉茶的礼盒一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职业是相当受欢迎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一生当中希望见到他，但是只希望见到他那么一次，不要太多。来，掌声欢迎马志宇。欢迎马志宇。你好。你好，你好。越来越帅，一位帅哥马志宇站在大家的面前。大家好。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著名的婚礼主持人马志宇。谢谢。现在知道我刚才是什么意思了吧？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个马志宇能够给我们主持婚礼，但是这婚礼啊不多不少，一次就好，好吧。就来告诉我们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的家庭梦想是能够在这里筹得更多的善款啊，来为在京务工人员免费办一场集体婚礼，给在京的务工人员，来，掌声响起。好样的。多大规模吧？50对新人，100个人。看你能够拿到多少家庭梦想基金，好不好？是，来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你想抢先选手一步揭晓门后的秘密？你想用智慧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快拿出移动设备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中国电视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时同步互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节目同步答题，赢取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一表人才，彬彬有礼，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说的是我自己。而我们身边的这位非常优秀的婚礼主持人，我们一起关注他能打开几扇门。第一扇门在等待着马志宇，好吗？好。来，今天跟你平时主持婚礼的现场可能不太一样，只有一个新人，那就是我，好不好？好。来，请努力按响门铃。大家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好吧？不应该。不会。哎呦，你哼一下，你试试哼一下。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
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啦哒。有时候我们哼得特别好，但就是不知道歌名。其实我听过这个歌，但我歌名有点叫不准。嗯，是，好像是杨坤的一首歌。杨坤的歌，对，歌名叫做《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是吗？对吗？这名字听上去有点拗口，嗯，有点悬。来，我们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的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仔细的问候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谢谢我们的嘉宾，也恭喜马诗雨获得了他的第一笔奖金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恭喜你。好样的。好了，马诗雨开头不错，再接再厉好不好？好，第二扇门马上进行冲击，请按响门铃。你眼睛给闭上，你做陶醉状，你耍什么帅嘛？至于这个歌肯定会了，这个歌这肯定会了啊，因为与我的职业很有关系，和你的职业有关系。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我不嫁。没让你嫁。你别对着我说，对着镜头说，今天你要嫁给我。你嫁不嫁？你嫁不嫁？好，今天你要嫁给我，到底对不对呢？这是谁的歌？陶喆的。陶喆对，和还有蔡依林两个人对合唱的，是不是？今天你要嫁给我，是到底是不是呢？来，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叮当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一个亲友面前见证 DJ in the house。 算了，我唱的没人家好听，也没你好听。那不管怎么样，我要告诉你的是，恭喜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来，好样的。马诗雨同学相当不错，已经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我要嫁给你，是不是？哎，你要嫁给我。对，今天你要嫁，就老混乱。这些歌曲你应该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是的，婚礼现场太经常能看到听到这些歌曲了。对对对，主持了600多场婚礼，有没有特别极致的情况？特别极端的一些情况？特别的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次我刚上场啊，我刚上场的时候呢，我很激昂的说啊，祝他们真爱一生，白头到老。就是突然之间电爆了。停电了，对，停电了，因为当时这个酒店的电压不是特别稳，啊，所以说呢，当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然后呢，话筒也没声了。啊，那时候我急中生智，我想出了一点。你怎么着？嗯，我说大家好，这就是今天婚礼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啊，因为我们平时呢，经常在音乐当中感受婚礼的氛围。嗯、那现在呢，让我们静静的聆听我们心跳的声音，我们闭起双眸，共同为一对新人祈祷。祝他们能够永远的幸福。快，电又来了。对，所以说我利用了一个他营造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氛围啊，那么我们给他去借助这个氛围来延伸一些话题，巧妙的化解。是，我觉得真的婚礼主持人跟电视主持人也还不一样，电视主持人可能基本上很多流程都已经确定了，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出现，但婚礼啊，谁能有那么多经验呢？谁都是第一次，是不是？对，虽然你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可能每个人都会发现有出错的时候，所以需要你及时来补救。好，谢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看你闯关了。好，第三扇大门等待着你，请按响门铃。好，谢谢我们的编导能够把这支歌排在了我的环节当中。我觉得你真的好走运的，因为我们这些歌曲真的都是随机的，但是没想到这些歌曲碰在了我们婚礼主持人的手中，应该难不倒你。是的，因为这支歌的歌手是跟我有过合作。啊，你跟他合作过？对，张惠妹。而且他跟我是一天过生日，真的？对，谁？是我的非常崇拜的偶像。你别想从我这儿套话，到底是谁？张学友。张学友的什么歌？吻别。吻别，对不对？你的答案是张学友的吻别。来，我们一起验证一下，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我和你吻别，坎坷的街，有曾经相互不用的细节。我和你吻别，在苍茫的夜，我的心正在迎接伤悲。Yeah! 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啊，好样的！马诗雨，恭喜你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越来越放松了啊！来，第四扇大门，我们期待你能够打开它，请按响门铃。所以告诉我，你再回忆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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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求助吗？求助求助求助。马旭真的有点像，真的跟个大男孩一样，虽然这个很成熟了啊，有时候咱还是要求助一下，好不好？来，马上连线第二现场，看看谁能给出正确答案。我们第二现场聊得特别火热，一位呢是在聊这个婚纱，女孩子的婚纱怎么设计，还有一位啊，这位特别有特点，据说是徒弟。我是马志宇老师的徒弟。哦，徒弟跟师傅长得真像哎。刚才志宇，你是不是哼了一遍？你哼一遍给他们听，再提示一下。师傅，你再哼一遍。师傅，能不能找到那个调？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啦哒。什么特别对？什么来着？特别对。你就什么？你就像个小孩。对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就像个小孩。你的答案是马志宇，告诉我。你就像是个小孩。
你才是小孩呢。告诉我，再重复一遍。你就像个小孩。你就像个小孩，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无奈。你不太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节拍。我也像个小孩，只知恋爱，都不把人自藏的敞开。我懂你的痛，我懂你的苦，情我很难逃，爱要就快不再要。谢谢。你就像个小孩。真的像个小孩。哎，但是我觉得你是个非常成熟的小孩。一个成熟的小伙子，这是集体的智慧，这是听友团的力量，这是那个女孩的功劳，看看你怎么感谢她吧。谢谢，啊，谢谢，恭喜你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来，好样的。耶，哇，松口气，放松一下好不好？好，我知道其实你在主持婚礼的时候会有很多自己才艺的展示。是的，因为你确实很是一个全能的主持人，像我一样。谢谢，对不对？逮着机会就唱个歌，逮着机会就跳个舞，跟我一样这么自恋。今天要不要现场模拟一下？好，好吧，那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叫《喜结良缘》。喜结良缘，感受一下 好吗？好，来，希望大家能喜欢，谢谢。欣赏。月老的红线把我们紧紧相连，天空的月亮弯弯，是为你做的小船，可以穿越时空的另一端，让我们今生再见面。喜结良缘在今天，两颗心不再遥远，因为爱情可以飞过海洋，跨越万重山，只要有你天涯也不算遥远，这种幸福前进也不换。喜结良缘今天，两颗心不再孤单，因为爱情可以穿过云霄去拥抱蓝天，爱情花瓣漫天飞不过绚烂，让我为你去写着今生爱的诗篇。谢谢。现在你要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已经赢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五扇门意味着如果你能推开它，你能得到10000元家庭梦想基金。如果打不开，很抱歉，5000元我们就只好清零了，就打水漂了。我愿意勇往直前。勇往直前，是万一错了怎么办？大家说走不走？听大家的，感情不是你们结婚啊。来，继续走，是不是？是，确定啊。来，请按响门铃。太火了，太火了，是根本不需要提醒。是，告诉我歌名叫做没那么简单。哎，没那么简单，到我们这儿来答题拿走家庭梦想基金，没那么简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特别让人着迷，
相信，但却最动心的记忆。好，谢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胡夏版本的《没那么简单》啊，恭喜马志宇，请听清楚，你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当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北漂，我也是一个在京务工人员。那么我得到了很多人对我的帮助，包括每一对新人。那么既然我是有福之人，我应该把福气分散出去。这些为我们北京的发展贡献自己青春、贡献自己力量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帮助他们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呢？是的，给他们举办一场体面的、快乐的、幸福美满的婚礼呢？是，所以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位婚礼主持人。接下来，你承载了这些我们的外地打工人的梦想的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到手了，所以你接下来是要拿这些钱再继续往前走，还是要见好就收？勇往直前。确定吗？确定，勇往直前。来，好，请按响门铃。马志宇，马志宇已经把之前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带着一起走向了第六扇门。按过门铃之后，表情非常的凝重啊，这可不是一个婚礼主持人该有的表情啊，谁婚礼你要这表情上去那真完了。来，告诉我你听到的歌曲是，你现在没有任何的求助方式，刚才你也说了你要继续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间到。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确实没听出来，但是婚礼还得办。这个歌名挺长的，确实没听出来，但是婚礼还是要办，是吧？对，没听出来，但婚礼还是要办。是，一个男人要有担当，有责任，对，要言出必行。是，马志宇，我非常遗憾，只好宣布，那今天你的挑战宣告失败。马志宇，想不想知道第六扇门背后到底是什么歌？我相信这个如果不告诉你，你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了。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来，马上揭示第六扇门背后的歌曲到底是什么。为你的心跳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很不想跟你说，你之前积累的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遗憾现在清零。但是没关系，马志宇刚才也说了，他自己哪怕今天会失败，哪怕今天会清零，是
我们都会自己拿钱出来，对，帮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办一场最棒的婚礼，是吗？我一定能够做到一场非常完美的集体婚礼，请大家支持我。好，谢谢，谢谢马志宇，再次掌声送给他。有一位新的选手即将走上我们的舞台，他的家庭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来，掌声欢迎孔文文。你好，孔文文。漂亮的一个女孩哦。没有，孔文文是在青海油田，也就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油田。对，青海油田工作的一位石油工。对，然后我要采油，嗯，还要做食堂管理员，嗯，讲解员，资料员，一个忙的一天到晚啊。对对对。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从事了这份工作呢？是因为我们家我是油三代。油三代。对，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都是石油工人。对对对。但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石油上工作，可能身处的位置很偏远，对，然后工作又很辛苦，那你找男朋友是不是有点不太好找啊？说到我的痛处了啊。是吧，但是我有男朋友。你有男朋友了？对，也挺不容易的啊。因为我们一个月只能见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也在野外，我也在野外。你都在野外？对。他的工作是？他的工作也是采油工。也是石油人。对，你们全家都是石油人。对，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向你们致敬好吗？掌声送给我们孔文文一家吧。谢谢大家。告诉我们你的家庭梦想是？我的家庭梦想跟我的男朋友有关，是想和他一起去普吉岛。去普吉岛干嘛？度蜜月。度蜜月？那你婚结了吗？还没。没结婚就想度蜜月？我先把钱拿回来，然后再去度蜜月吗？来，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来，马上开始你今天的挑战，闲言少叙，请按响那铃。好。我面前的屏幕显示你只用了7秒的时间，还有8秒没听完。这首歌我太熟了。太熟了，歌名叫做周杰伦的《稻香》。到底是不是稻香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说家是唯一的城堡，谁的大笑和人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容易活出在这里找到，想念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他记得你说家是为了城堡，谁的大笑和人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你哭出在这里逃跑，想念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谢谢谢谢，恭喜彭文，一首稻香给你带来了好运气，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我都不敢猜太疼。你是说你劲儿很大是吗？是啊。为什么？因为工作原因吧。工作原因啊、是女孩也是需要用很大的劲儿，是不是？是啊。比如说阀门，采油数很大，阀门这么大。这么大阀门，而且特别死，很死，有的时候要用管钳，管钳知道吧？管钳，我在家里是我们管钳的，就是管钳，然后阀门开不动，我们得要掰一下，然后再开。我这对女孩来说应该是很艰苦的一种工作吧？嗯，习惯了。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在青海长大，爸爸妈妈工作呀什么的，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所以我选择了继续回到青海油田，来继续奋战。继续奋战。对。刚才这首《稻香》里啊，有一首歌词我印象很深，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其实青海油田对你来说就是家。对。那里有你的父亲、你的长辈，所有人给你寄予的梦想。是。所以可能再辛苦，只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那么。
那一切痛苦一切辛苦都不算什么了。对，也希望你把开门大吉当自己的家，好吗？好的，再接再厉。嗯，打开第二扇门。好，请按响门铃。好，兄弟们再见。这首歌太适合我了，太熟了。对，是不是有点简单啊？不简单，不简单，一直这样就好。那不见得。好，孔文文告诉我，在第二扇大门背后你听到的歌曲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对，到底对不对呢？来，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嘉宾也恭喜孔文文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yeah. ！来，小明，疼吗？不疼。还有，还挺有劲儿的。青藏高原说的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所那个是我妈的偶像。韩红是你妈妈的偶像。对，偶像。妈妈今天来我们的现场了吗？没有。亲友团都来了，哪几位？我的。朋友啊，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姐姐，对，来，我们一起连线第二现场，请我们孔文文的亲友给他点鼓励，好吗？文文你好，现场啊，我身边的这三位就是孔文文的亲友团，而且这个配比特别的均匀。哇，好高！来，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这是班长，我师傅啊，师傅是领导吧？那班长今天穿的是这个石油工人的服装，上面写着中国石油。平时你们工作就是穿这样的制服吗？对，我们必须要穿这种衣服。平时就要穿成这样哈。我们再来介绍第二位，这位大家不觉得他跟文文长得有点像吗？呀，哎，长得特别像，但是身材好像有。稍微有一点区别啊，这位是妹妹还是姐姐啊？我是姐姐，我是孔文文的姐姐。Hello， 姐姐。身边的这位大高个让我特别有压力，我都不敢站在他旁边。可是他特别有自信，就是他是我遇到的亲友团当中唯一的一个。我刚才问他，哎，这是什么歌？他说。文文会告诉你，特别拽，你知道吗？没有没有没有，男朋友就是他是吗？不是不是，这就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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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是他的好朋友，好朋友，今天是受邀来帮他忙吧。小明，我觉得一定要跟这个班长好好的聊一聊。班长，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整个工作的状态？我们的沙尘暴几乎可以说就是，三米能见度在三米，对。是不是风吹在脸上都剌得疼？基本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鼻子耳朵里面全是土。在那样的工作状态下，女员工像文文这样的多吗？很多，很多，很多，就各占半边天。对，嗯，杨班长，我要给你告发一下，那个文文今天的穿着有没有什么问题？戴着耳环，你说能出工吗？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平时真的是首饰都不能戴，是不是？不允许，不允许。怎么办？那个啊，今天放过他一马吧。来，再次给孔文文一点掌声，谢谢，也给所有的石油人一点掌声，向你们致敬。好了，现在有了亲友团的支持，嗯，更有底了吧？有。好，选你。已经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好，马上要进行第三扇门的闯关。嗯，继续走吗？走，来，请按响门铃。好，
怎么的？不会啊？不是，我这首歌太熟了。真的吗？ KTV 必点。回来吧，掌声送给孔文文。所以你也属于麦霸。必须麦霸。最高纪录，最疯狂的纪录是？唱夜猫，你唱过吗？啊、夜猫。什么？唱夜猫就唱通宵。对。最长唱多长时间？从12点唱到大清早的6点吧。妈呀，你这够能唱的，没有影响工作吧？没有，因为我们过年嘛，不放假嘛，所以架不住咱声音条件好。对，好了，你刚才说了，你这首歌你很熟悉，歌名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掌声好像已经说明了问题，有吗？到底是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好的，恭喜孔文文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孔，哎，这首歌很熟，你也很爱唱是吗？对。平常会不会在工作之余，在无人的旷野里放开嗓音大声唱？既然这么行，出去工作的时候也会唱吗？唱皮卡车的时候就。你都怎么唱啊？我爱北京天安门。唱歌工作和不唱歌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唱歌感觉时间过得快。你看我唱北京天安门唱完以后，哎，唱完了。不唱歌怎么还没擦完呀？关键是你能擦得干净吗？可以。可以，没问题。就有技术。擦得干净，擦得漂亮，也希望你今天答得漂亮，拿到你心目当中的家庭梦想基金。好。去普吉岛。大概需要多少钱？有没有算过？我算过，大概得20000块钱吧。20000块钱，好，如果能够通关，30000也不错，但是要记得见好就收，因为可能会很难接下来的挑战，好吗？好。第四扇大门等待着你，请按响门铃。好，我去了。悬呐！悬呐！这个歌我绝对听过。回音响。哒哒哒哒哒，挪威森林是吗？挪威的森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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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挪威的森林这首歌很熟。伍佰也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森林，可能是你最亲密的人都无法达到的。你心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以达到的一些角落？我这个我性格比较开朗嘛，比较开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那种我啥事都想得开，藏不住事儿的。对，所以你最开心的表情也会表现出来是吗？对，
比如说当我告诉你你的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不能光拍手，得表现一下。你刚才已经铺了很长时间的垫了，来唱两句吧。想听什么？刚才挪威的森林会唱吗？我会哼，不会唱。那你随便找一首你自己会唱的歌。唱听妈妈的话。好，来。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美丽的白发，不会了。谢谢，听妈妈的话。送给妈妈。只有长大了才能保护她。你觉得你现在长大了吗？长大了。我其实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周杰伦出的时候正是我的叛逆期。哦，很不听话。有时候会顶撞吧，但是现在我给我妈妈说，其实我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对不起，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叛逆让你生气。我觉得，但是你现在很乖啊。对，360度。是什么改变了你？工作吧，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小困难，才觉得家才是最好的港湾，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还有我的爸爸，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对。你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放心、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开心吗？我真正的长大。什么时候？结婚。结婚的那天，其实我爸爸妈妈的心才真正的踏实下来。对，因为有一个人能牵起你的手陪你走，他们才能放心呢。好，第五扇大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等待着你，好吗？好，掌声鼓励。怎么样，不会吗？不太确定啊。来，回到我的身边，你的时间已经用完了，所以你现在没有机会再听歌了。旋律好像没有听完整的情况下真的很难猜。哇天，这是啥歌？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现在要用吗？我问问吧。你看看你们这个朋友，真的刚才哦有着后槽牙说没问题，现在呢大哥很熟，嗯，但是就在耳边，怎么也想不起来。给力一点啊。哎，我听到你们刚才说可能是谁的，可能是李玉刚。哦，就是有希望，对不对？你快再想想李玉刚还有什么歌。李玉刚那个，李玉刚的那个，可以是水墨丹青。水墨丹青，水墨丹青。哎，对对对，就是这歌。水墨蛋清，蛋清儿，蛋清儿，蛋清，蛋清，蛋清。你想吃饭了是吗？没有。水墨蛋清，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到底是不是水墨蛋清呢？来，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谢谢我们的嘉宾，也恭喜孔文文赢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我相信平常你工作的环境当中时常是油花四溅，对，那今天是彩花四溅，对，同样的兴奋，同样的成就感，是不是？是。好，非常棒的成绩，10000元的家庭梦想到手了。两个人来回机票在普吉岛住一晚上够了。够了，住一晚上呀。一晚够不够？
一晚上够不够？不够。不够，你要几晚上？可是我觉得好悬呐、啊！好悬，我现在没有求助机会了呀。没有求助机会了，现在已经拿到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到底是往前走还是见好就收？这是考验智慧的时候了。收。我妈妈说了，见好就收。见好就收。那么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孔文文，好吗？谢谢大家。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啊，怎么了？我妈还交代了我一件事儿。什么？就是跟你拥抱一下。妈妈让你跟我拥抱一下。因为你妈没有考虑一下你男朋友的感受吗？因为他太怎么当岳母的？他太喜欢你了。真的吗？小妮老家跟我们家太近了，我就喜欢小妮。没问题啊，阿姨您看好了啊、哦，来给你一个热情的。谢谢你。谢谢孔文文，也祝贺电视机前孔文的男朋友，你们有机会去普吉岛玩了。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孔文文。谢谢。王老吉开门大吉。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究竟是谁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栾胜利，有请。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栾胜利。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是大姐。大姐也可以吧。大姐就可以了，年轻一点，非常非常的年轻。听我们编导说，您之前来过一次我们开门大吉。是啊。而且他们说我挺不好意思的。我是来追星的。您是来追星的。嗯。那您怎么没过来跟我合张影什么？您是来追我的吗？不好意思，不是。您追谁来的？我是追的那个直通春晚的那个阿普萨萨。同样都是四个字的名字，你为什么追他不追我呀、啊？哎，我这次不是来追你了吗？哎，阿姨好像是这个阿普萨萨的忠实的粉丝是吗？是的。特别喜欢他的歌曲，对，一直在支持着他。是。好。阿姨年轻时尚漂亮热爱音乐、嗯、你看这身打扮就看出来了、嗯、这身衣服非常的漂亮，嗯，这在巴厘岛买的、嗯、哦，还去巴厘岛旅游，对，是我的爱好，哎呀真好、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很有看点、嗯、我们慢慢再跟你往下聊好吗、嗯、先告诉我们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想给我的老公买一个时尚的手机送给他，买一个最新款的时尚手机送给他。是的。怎么着，您是对他现在用的手机不太满意是吗？啊，因为我觉得我的手机已经很先进了、啊、我希望他还跟上时代的节拍。不是，他是除了手机之外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落伍啊？好像是。来，我们一起为栾胜利大姐加加油好吗？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来，有请栾大姐。青春活力，美丽动人，第一扇大门正在等待着您，请按响门铃。不用再听下去了，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当然我也是爱好者。来来来，阿姨小心一点啊，我一会儿叫阿姨一会儿叫大姐有点混乱。没关系，因为我知道，因为我长得太年轻了嘛。您长得太年轻了，因为您的年龄可以透露吗？50几。50几岁，所以按照年龄来说我想叫您阿姨、嗯、但是看您的状态看您的打扮我又想叫您大姐。谢谢。所以有点混乱，请您原谅。没关系。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您是否已经把刚才那扇门的歌曲忘了呢？没有。这歌我想在座的也很清楚。嗯，是刘欢的好汉歌。好汉歌。嗯，谢谢你们。嗯，您着什么急啊？谢谢你们。他们这么多掌声我能不谢吗？等一下，我们还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呢、嗯、咱先走着瞧好不好、嗯、到底是不是好汉歌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是救主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是救主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嘿呀，嘿嘿呀！
乘风破浪闯九州啊。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风风火火闯九州，今天您来闯开门大吉，恭喜您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男生丽大姐特别可爱，而且我知道您自己好像也是在跟着唱这种好汉歌。对，是什么能够让您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快乐的生活？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就应当是积极的向上的。嗯，只要活着就要开心，只要活着就要快乐。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丰富一点。丰富一点，比如说，可以去旅游啊。旅游。啊，唱唱歌，唱唱歌。有时候我也在广场跳跳舞。啊。啊，还喜欢玩电脑。啊，来，栾大姐，我们马不停蹄，马上继续您的挑战，好吗？第二扇大门，请按门铃。来，就有了。这歌不用这么厉害吧？我们同龄的歌啊，我看一下，您只听了5秒的时间就已经有了判断，我们听一听您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应该是走西口。走西口。是。来，到底是不是走西口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欢迎我亲妹妹王二妮儿。你好，二妮儿。大家好。你唱这首走西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谢谢二妮儿给栾大姐带来的这份好运气，希望有机会经常来开门大吉，好吗？好。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二妮儿。谢谢。也祝贺栾大姐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耶。这有两个意思。这两个呢？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我的名字。您的名字怎么是这个数呢？胜利。哦、Victory。所以我很想赢啊，我不想输喽。您如果达到哪个程度，您觉得差不多了，您随时可以见好就收，好吗？好的。我知道栾大姐其实现在这么美丽的站在大家的面前，其实也有过一段不凡的军旅生涯，对不对？是，18岁当兵。18岁当兵，当了多少年兵？三年兵。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和事？有。我觉得对我一生是有影响的。我因为部队的严格训练吧，使我一直到现在，比如我站在这里看到吧，很直吧，挺拔。当我在病房里走的时候，人家都，我虽然穿的便装，人家都会说，哎，他当过兵。我说为什么？看你那个姿势就像，
所以当过兵一辈子不后悔啊，还有许多很好的朋友，我直到现在都很怀念他。今天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打开大门，好吧？2000元到手，3000元要继续冲击，对不对？对。三扇大门，请按门铃。有点没听出来。嗯，师傅好像听过，但是好像是梅艳芳的。梅艳芳的歌，刚才之前的几扇门你都是听了5秒钟、6秒钟这样，但这唯独这扇门您用完了15秒时间，确实是不太记得，但是是梅艳芳有一条线索，是吗？因为我会她唱她的《女人花》，这歌好像是也听过。听过，听的不多，《一生爱你》。1000回好像是。是吗？啊，谢谢，我跟你们很有共同语言哦，我们是不是心灵相通，没有年龄距离，你希望大家们都向我学习好吗？哎，一起嗨起来。哎呀，你有些性格跟我是一样一样的。哎呦，我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嘚瑟。是我感觉梁大姐特别特别的可爱啊。一点都不觉得您跟这些90后、80后的孩子们有代沟。我觉得他们很有青春活力。因为您也一样青春活力，所以您给出的答案大家也表示了肯定。一生爱你1000回，看来您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们来期待，开门，大吉。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来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风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1000回。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1000回。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一生爱你1000回，恭喜栾大姐、栾胜利老师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我妈妈跟您差不多大。哎呦，不好意思。所以我看到您就有种格外的亲切感。谢谢。虽然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妈挺时尚的，但是我看到您之后，我发现我妈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妈虽然没有您那么时尚，但是她不追星。啊，她不追星呢，我爸心里就特别踏实，你知道吧？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那么喜欢阿布萨萨啊，经常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呀、去看他节目等等等等的，不知道问您合不合适，就是。咱那叔叔，大哥，姐夫，有没有意见？好像没有哎，我还老影响他，然后把我那些歌放到那个我的手机里面给他看，给他听，我吃饭的时候就放旁边让他听。这是洗脑式教育。他从来不吃醋是吗？他不，好像。他还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啊！不过我是不允许他说他不好的。你还不允许说人不好，到最后，这教导了好长时间以后，现在老伴儿已经绝对不敢顶嘴了，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您要挑战的是第4扇大门，5000元正在向您招手，不知道您能否得到它？您要继续往前走吗？再试试哟。来，请按响门铃。我们真想再听您唱下去，但是15秒时间到了。栾胜利大姐，第4扇大门，请告诉我您听到的歌曲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
一首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的歌曲《我的祖国》，到底对不对？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什么吉？别急，当然是我们的祖国，当然是吉祥了，对吧？慢慢来，开门大，我就急死你，我就不说，我还就不说，我还天不在这儿说，我还真喜欢自己把门打开的感觉。来，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全场的朋友们，开门大吉。在旁边夸你，说他特别特别喜欢你，今年的冠军，谢谢。不瞒大家说，刘赛是我心目当中最美丽的一位女歌手。虽然她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她有一双最美丽的眼睛，她的眼睛在这里，也在这里。我觉得刘赛是一个特别洗涤我们的一位歌手，她的故事，我觉得。给我们一整期节目我们都讲不完，只要他站在这里能用他的声音唱起如此豪迈嘹亮的《我的祖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被震撼。刘赛，跟所有喜爱你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开门大吉给大家唱歌听，以后也希望多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好，谢谢。咋还是那么漂亮呢？谢谢，看来所有观众都站起来了。谢谢，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姐今天取得好的成绩，多拿一点奖金回去。谢谢，谢谢你分喽。谢谢，谢谢。你介意我把你扶下去吗？你挽着我好不好？那我也来吧。开门大吉。谢谢刘赛，谢谢刘赛给我们带来的风评的歌声，也祝贺栾大姐您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栾大姐，现在已经打开了四扇大门，赢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啊。刚才您一直憋着劲儿，我能感觉到所有的歌出来栾大姐都要跟着一块唱，那我们检验一下您唱歌唱的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最近不太舒服。您最爱唱的是哪首歌？嗯，应该是我爱你中国，但是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那我们学学流行的好不好？可以，向你学习。您流行的会唱吧？嗯，不是太会。不是，那我们现场来教一教大家好不好？好的。谢谢你们帮忙。唱哪首啊？您跟着我唱啊。好。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我被您带跑了。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什么？我的眼睛为了你看。哎呦，这话太夸张了吧，有点。来，您别吓着。我的眼睛有那么大吗？我虽然很活泼，但是还是比较害羞的。那我完整的唱一遍啊，跟我一起唱啊。跟你一起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相信。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没有别的他。哎妈呀！哎呦，我觉得小黎怎么说呢？没有没有。好陶醉哦。没有没有，我是不是心里想着他了？您怎么知道我心里有没有那个他啊？我的感觉是这样，从我眼睛里看出来了是吗？嗯、栾大姐，现在您在继续答题的过程当中赢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的时间您要决定是否要继续冲击10000元。如果说您答对的话，您就能拿走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错5000元清零，怎么办？我总想让我的亲友团出来亮亮相，所以我们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好的。好，来马上连线第二现场，看看我们栾大姐的亲友团有什么话要说。哎，小妮、盛林大姐你们好。那刚才看到这个盛林大姐在台上那种感觉真是太喜欢太直爽了。我身边这一位呢，就是咱们盛林大姐的外甥女儿是吧？对对，大家好。而且刚才盛林大姐还没有说实话呢，她说自己老公并不在乎，可是好像实情并不这样。哎，其实那个盛林大姐的爱人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不理解？肯定是有一点的。她怎么表现的？嗯，因为我舅舅说平时说话很少嘛，就是少言寡语嘛，也不太赞成，然后不赞成也不说话嘛。然后久而久之呢，然后受我舅妈的影响，现在也很开放了，然后逐渐也就接受了。调教好了。对，绝对是调教好了。现在很支持，现在很好。行，然后我们旁边这两位呢，和这个胜利大姐一样，也是阿卜萨萨的歌迷。哦，可以了。胜利大姐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继续前进？10000元家庭梦想基金要不要继续冲击？可以吗？还是见好就收。尊重我舅妈的选择。哎呀，我觉得我的歌友很厉害，好，所以我不用他们实在是有点可惜。对，所以您的决定是要不要继续往前走？要继续往前走。好，谢谢我们的亲友团，展现他们的实力。好嘞，栾胜利大姐，接下来时间第5扇大门正在向您招手，您别光跟亲友团招手了，好吧？来，请按响门铃。慢点。时间到。一路哼着小曲儿，栾大姐回到我们的身边。还真要求助，这个歌呢是一个港台歌，我也会唱，但是好像，啊，我还是留给机会给他们吧。好，留给机会，把机会留给我们亲友团成员，现在马上连线。你看我们一个个那种特别喜庆的表情都知道。1990，啥1990？1990，恋曲1990，恋曲1990。好，您接受这个答案是吗？接受。来，到底对不对呢？我们期待，开门，大吉，一定会开的。在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黑漆漆的古镇边。
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我是明日太阳西下，天要你归时，你将与你踏上旧时的归途。谢谢，谢谢我们的嘉宾。好，恭喜紫兰胜利大姐获得了她今天在开门大吉的10000元家庭梦想基金。哦，谢谢，哎呦，太开心了。来来来，哇，意想不到。来之前想过会有这样一个结局吗？没有，这还不是结局。你有想过这样一个结果吗？ 我只想3到4道门，三到四道门，没想到现在已经拿到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可以买2台您说的这个手机了。再买个平板电脑吗？您还要再买？我是不是很时尚啊？大家都向我学习了。栾大姐，冷静。这样，我告诉你，别冲动。哦。我知道您年轻、时尚、有活力，但是别冲动。啊。现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说您现在按照您冲动的这种做法，如果再继续冲击的话，有可能会让您之前积累的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都清零。您想到这个结果？我就想见好就收吧。真的吗？真的。知足常乐是吧？对。恭喜您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您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下次别忘了。我们互粉。互粉。微博互粉，好吗？好。谢谢。为啥生气啊？他说因为有一件很浪漫的事儿，鱼雷居然把这事给忘了。怎么办啊？怪谁？你也不提醒我吗？期待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是这么简单。如果你的想法够勇敢、够浪漫、够疯狂，如果你长了一张明星脸，你有一副明星嗓，干嘛不来开门大吉呢？这里是我的舞台，它更是你的舞台。我是尼格买提，下次再见。开门大吉。